号，周笔畅带着自己的第七张专辑《Unlock》来到上海。这一次，周笔畅不但亲自担纲监制，方大同、林夕等笔笔的圈内好友也纷纷操刀制作，而每一个作品也都见证着周笔畅从假小子到轻熟女的蜕变。这算不算打开心扉的意思？也算吧。对。那你什么时候打开心扉，就是迎接感情？这个我觉得不能强求吧。